前不知道是你在跟踪明浩，所以把你关了起来。你是喜欢明浩吧？不过他喜欢的人是我，你已经没有理由待在这里了。这是出去的钥匙，你走吧。明浩很安全，你不用担心。快走吧，我不能保证其他所有人都不会对你动手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做了些手脚，你走之后会忘记今天的一切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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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